哇！欸，如果我们盖到巷道可以以图搜图，这会不会很强一直在看欸，荧幕截取，然后。啊，有吧？我觉得有啊。你怎么又在笑了？怎么了？这么好笑吗？我要准备盖第三个人。怎么那么多、啊？第三个好辛苦哦。第三个被整了、哦。他会开得很开心，很开心，他开得很开心。太瘦了。变快了，蛮像的，我觉得蛮像的，可以按下去哦。哎呦，我竟然是第一个盖完的哎、欸！变快。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好了，不管了，干完了。没关系、欸。巧克力，哎，经典，我跟你讲，完美呈现了、啊。哎呦！胖胖一点。啊，我觉得我也盖不了更好了。他的上扬其实没有这么的高。你们真的都会下地狱啊！我哪里怪怪的？所以这样都太笑了。他是哪里怪怪的？我自己荧幕截图看看能不能以图搜图到好了。我就只能这样。啊，可以啦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欸，果然以图搜图还是有难度的。等一下。欸，显示 bug。
可以。啊，我觉得这样，哎、欸，是我吗？等我再给我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吗？太多了吗？好，等一下哦。不是啊，盖三个人很累啊。我尽力，我尽力。感觉原本就好了，越看越奇怪，好奇怪哦。好了，要按喽。按吧，那很快。哇，我超过这么久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我也吓死人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啊？这是什么？啊？完了，忘了他的对话了。但是这个很……我知道这是什么。这是那只猫吧？嗯？啊？为什么？他在看了。看不到。这是经典梗图，可是我错了。他讲什么？这是什么图？以图搜图，我搜不出来哎、欸，我也搜不出来哎、欸。好像是这一句话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我自己 Google 到的，我印象。完了！靠，这是地狱梗图吗？完了！我看着有两种字。这个雷，这个比较多。难怪繁星说难改。对不对？你找到了吗？对，我找不到。我怎么不知道有这种梗图怎么办？完了，完了。不知道。嗯，什么？那你就随意猜一个，但也要梗图的。不行，要找到他。好好啊啊靠！找到了吗？我找到了。有没有很像？哎、欸，蛮像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找得到，你超厉害，你搜得到。你以图搜图搜到？我没有以图搜图，我去找关键字。他应该找人，然后什么的吧，这样子。对，很强哎、欸，你看得超清楚。那小黑那个这个梗图，你是不是笑了？我笑了，有这个梗图，以前看过，可是一瞬间看到还是不知道什么，一定要看到这张图才知道。真的，要下地狱？没事没事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很经典，好难懂哦。应该是吧。哇，好像哦！你干嘛啦？你这样子我很难看。还好我后面是繁星啊，完美。不到了。这个有各种人物都有啊，但这个是最经典的。梗图很多哎、欸，到底是哪一个啊？我找到这张图。你们怎么还可以找到梗图？我竟然找到梗图了。什么、欸？竟然都找到了，好强！你是哪一个？秋风还找不到有没有？这个会被封杀吧？这是有点危险哎、欸，这题其实。这个也是没看过的，就搜寻这几个字就会有了。哦，我想到词了。
加油！鬼鬼不是有查到？有啊，可是我字打不上去。应该是这几个字吧？那个字被封锁了吗？现在很怕的是要盖啊。看到广告我没点啊，要广告好点，好广告来。他们有人自己说吃到广告，好像也会有啊，就你没点他也会有、啊、自动。啊，对啊，就这样子，不管你，全部还没砸到，就不砸了，随便猜了啦，我找不太到，不过应该是这个吧。我把关键字打上去好了，香麻油。就是香麻，就是香麻油。我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。他这盖的超强。怎样？我比较好奇繁星这题，他下面的人要怎么盖、欸？没有，如果你完整猜到，那就是下面的人查到一张图啊。对对啊，我就是很想知道下一家人。我们都要，说不定可以传承哦。好了，哎呦，说不定我真的猜不到。啊靠！阿基，什么？这个要很难盖的人传承吗？啊？这个是，先去搜图一下，到底盖了什么图？好地狱哦，你们好坏哦！每个都地狱梗哦，有点坏、欸，真的很坏哎、欸，没有梗图嘞。这个也有其他的啊，我的可能不是梗图哦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盖什么，所以。所以他到底写什么答案？我觉得盖这个太重责大任了。这个有点坏。好，我努力。好吧，那就人间出来吧。哦，好难盖。好难盖，真的哦，有一点地狱。好，那先把人盖住。这个梗图我也找不到，用图用名字去找都找不到。半身，嗯，太地狱了，这个字太地狱了。是盖小燕的吗？就是龟龟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的没有，我的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个可是这个很地狱呢、欸。我都还蛮新的耶。没有，我说我现在盖的现在的现在的。哦，看不出来。真的有点